这看起来不像是拍卖的东西啊，这看起来只是一个跳蚤市场，这看起来只是在卖一些东西的市场，神奇的市场。还有床包哎、欸，它真的有编号？哦，这是真的啊。对啊，这个都有编号。哦，所以其实就是边境的东西的意思，这么神奇，酷哦。